大家好，我是夏威夷大刘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的是阿拉莫阿纳购物中心。阿拉莫阿纳购物中心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露天购物广场，它在这里终日可以享受到夏威夷温润的海风。这个购物中心总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米，目前商场拥有350家商店，160多家餐厅，还有4家大型百货商店。而在商场的中央舞台，大家还能欣赏到草裙舞以及夏威夷歌舞学院近期的现场表演。下面大家就跟我来了解一下阿拉莫阿纳购物中心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关注我。